造善业往上提升，造恶业往下沉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列明说过了之后，接下去新制下第二，广于业报名，详细根据三界六道的业报来说明众生的造因啊、树果种种的情况。那么顺着文字的思绪啊，分为八段啊。第一，人字下第一，救人间恶业而名遭地狱报，就是后边的十习因六交报啊，这是由人间造的恶业而说明遭到地狱果报的这种情况，后边的十习因六交报说明这个道理。第二，救地狱余业而名遭恶鬼报，这个不是直接坠落的恶鬼，而是从地狱里罪受满了转到恶鬼道去受苦啊、所以从地狱出来转到恶鬼道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救恶鬼业尽，虚常属债而名遭畜生报，第三是畜生道，但是这个畜生道是恶鬼道转过来的，恶鬼业受尽了转身在畜生道，那么转身在畜生道做什么呢？他要还债，从前在人间如果有欠某某人的债，那么转身在畜生道里面呢还债啊。第四，救畜生业尽，转身人间而有待于习，那纵然他从畜生道的业满了，可以转身人道，纵然转身人道啊，他还有过去的这个从地狱恶鬼出生出来的那种的习气还带住，还有这个过去的旧的习气存在，这是第四，就是转身人道。不过这个人不是像普通一般直接受生的人，而是从地狱恶鬼出生然后出来的人，情况不一样。第五，救世人妄念别修而名十种仙趣，楞严经跟其他的经不同的地方，这里讲七趣，平常讲六道，这里讲七趣，就是多一个仙趣啊。从这个人去说完之后，接下去就十种仙啊，后文就有啊，有十种仙趣。第六，救人是淫界渐进而名六欲天趣，就是说六欲天，欲界的六欲天。到了这一刻完，就是这一卷经完毕啊，后边第七、第八呀，就在第九卷了啊。人这下第七。救世禅真境而名色空天去，这里包含色界十八天，无色界四空天啊。这个色界无色界靠禅定而生，那么这个第七段就说明这个色界天啊，色界十八天跟无色界的四空天，那么这个经文在第九卷开头。第八，救欲界杂报而名阿修罗去，这也是在第九卷，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天说完之后，说这个阿修罗啊，有四种阿修罗，在后边就第九卷呢，无色界说完就说这个阿修罗道，这是第八。现在我们顺着经文呢，从头说起啊，那么就是先说从人间造了罪业啊，造了恶业。遭到地狱的果报的情况，把这个经文翻过来，就是第十八页啊。这一科经文分成三段，第一是捏曲，第二真解，第三结判。第一的捏曲啊，就是捏是跟住来，跟住后文而说其后边。十因六果的这个事实啊，经文说：“我乃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，造十习因，受六交报。”这是总标题
啊，佛对阿难说：“此等指前面呢、啊，略以听讲明的文字里面所说的道理，后边要详细用十因六果来解释啊。这都是这些造业的众生自业所感啊，这不是别人给他的，自己造的业自作自受。”自己造的业就要感受这种的果报，到底他们造什么业呢？举十种例子来说，业因有十种，提十种来做说明，这只是一个举例，详细很多。所以造十习因，习是习气啊，过去生的习气再加上今生的习气啊，过去的种子习气与现在身体现行的习气两种习起来合并起来，造了许多的恶因啊，造这十种的业因啊，要受六种的交报啊，受六交报。所以这里下面的经文啊，先说十习因，然后就说这个六交报，意思就是说先说因，因说清楚了，然后说果报，他承受的果报如何？果报都是由六根因发，六识造业，六根受报啊。那么这个造业的时候，十种例子，经文是根据这个平常人容易违犯、容易造的罪业，举出十个例子来做说明啊。那么所以下面真解真是真问。就是开头的第一句，云后十因，这是真问，解是解释，就下面十种解释啊。真解就是解释这个十习因六交报啊，先说十种的习因啊，然后后边才说这个六交报。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下文。